者呢，好，这位讲者，哦，好，刚才有一位17岁的妹妹，她喜欢紫色，对不对？好，那这位讲她也喜欢紫色，然后她就坐在大家的中间，戴一顶紫色的帽子。OK， 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就请她先来上台跟我们做分享，欢迎舒婷。Hello， 大家好，然后谢谢大平哥找我来，我是他的学妹。然后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现在就是刚毕业不久，然后也是跟一群实践的学长，我组了一个互动装置的新创公司，然后在里面是当设计师的角色。但我今天是要讲我自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创了一个基金会，然后主要是想要分享我是怎么用以设计师这个身份，然后用 design thinking 的方式来达成这个公益计划，这样子。那直接什么是 open the project 呢？那我直接就是用我会动画这个专长的，就做一个 motion graphic， 然后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This is us. We are two students who are very fortunate.We live in economically stable countries with families who back us up. This is why we want to give back and do something for others. But what could we do that would really make a change in this world? It is estimated that worldwide, out of 163 million orphan children, 124 million of them are out of school, and less than 1% of them will be adopted.Why we chose 20 orphanages around the world, to whom we will provide computers with learning software, enabling young orphans to construct confidently their own future, motivating them to excel and turn their lives around with their own means and capabilities. Additionally, we created an online correspondence network where each orphan can communicate regularly with a volunteering student.Who will be interested in him and his progress in life. In case you want to be a part of this, helping us to provide a better future for orphans, you can donate. Financial support is needed to make this project happen. Or you can become a mentor, establishing a personal contact with one orphan, giving him time and attention. Join us to light on the children's future together.Please go on our website or search Open Development Project on Facebook. 好，那简单总结就是这个计划就是希望透过网络的力量，然后把有兴趣的大学生招募起来，然后我们的网站有个聊天室，然后可以连接世界各地的孤儿院，然后跟他们用简单的英文对话，关心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对成长的路上对学习会更有动力一点，这样子。那我们这创办这个基金会其实就是两个女生哎，然后我会认识这个女生呢，是我大三上学期的时候我去泰国曼谷大学交换，那我们两个都是交换生，然后我们就认识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除了待在泰国以外，我们一有时间就往外跑，所以我们就用背包客的形式去了整个东南亚这样子。那这个分工上面就是我就是负责所有你们看到的视觉的企业识别还有影像，那他是读商的，所以就是我们组织是在德国正式成立，所以那个文案的撰写跟跑那些法律程序的话是另外一个伙伴负责的。那什么样的原因我们执行这个计划呢？其实就是我们在玩的时候，这张好像是在印尼的，好像是在对，应该是印尼拍的。我们就是都会去当地的海边，然后就认识了很多小朋友，然后他们每天就都在那边玩。那跟我们这些城市小孩很不一样啊！我小时候都是被关去拉小提琴、练芭蕾舞，然后他们就超开心的，然后我每天都。好像跟他们变好朋友一样，但是我们回去之后就是当下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回去之后我们都会就一直聊以前就出去玩的事情，就觉得说，那我们有什么机会？就是其实一点点私心，就是说我们回到各自的国家，但我们还想很见到对方，那我们要怎么样在
就是开始一个新的旅程，但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呢，我们就想到那些小朋友，我们可不可以跟他们建立起一个连结？那我们当作桥梁，一定有其他跟我们一样想法的大学生也想要，就是跟这些小朋友花些时间陪伴他们。对，然后这个是我回去之后，我就是把我们去过的所有的国家，我做了小岛，然后这是一个360度像 VR 的环境影片这样子，然后等于就是记录这个计划的缘起这样子。那我们是一直到去年的五月才真的就是成立的，所以这现在就是开始在跑比较实际面的事情，所以下面就想要跟你们分享我们是碰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跟我们怎么做。一开始就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在真古德协会是担任大使，然后他们有个计划叫做11月不浪费，然后他有看过我帮我们组织做的动画，然后觉得风格蛮类似的，所以就有邀请我做 No Waste November 的动画片这样子。然后那后来就很幸运的12月有上第一页的内页，然后也有在国家地理频道的电视上面播出我的动画。对，然后虽然这就是马上看起来不像是会为我们组织有什么影响，但是我觉得都是相关的事情，所以就是这是一个以后就是建立起了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关系这样子。就是我们的 logo 就是有放上去，然后我就很开心这样子。然后我夏天的时候有去意大利找我的朋友这样子，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跟当地的居民要更多各地的物资啊，然后我们就到当地的二手市集去办就是拍卖会，然后把所有得到的钱放进我们基金会。因为其实你要大家就主动怎么讲线上捐钱，其实这是你要就是对你要超级有意愿的事情，但这个就是我们更积极的在筹钱的一个方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Elon Musk， 就是 PayPal 跟 Tesla 的老板，然后我们就很异想天开说，那我们要不要直接再做一个专门的动画，就是去找 Elon Musk 看他对我们的就是组织有没有兴趣。所以我那时候在意大利也做了另外一部影片，就是专门我就画了很多 Elon Musk， 然后让他就是可以一点开影片看他有没有机会就想要看完，然后听我们的计划。因为我们的计划其中有一个是希望在欧洲，然后我们要到各地的大学去就是演讲，然后分享我们计划，看能不能募集更多的导师志工这样。然后我们就说看他能不能捐给我们一台 Tesla， 让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对啊，然后我们还说，我们就到最后结尾还说，因为 Elon， 你知道长大以后可能那个孤儿的小朋友就会帮你实现上火星的计划，还说，就在说服他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还有，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跟我的朋友，我们都叫 Lily， 然后Lily 呢，她也有去就是当地的米兰市长也有就是看到我们这个计划，然后有跟她会面聊天，然后有说可以租借我们好像市政厅吧，我们之后可能也会办慈善的医院音乐那叫什么音乐会。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电脑，因为你要用线上聊天就要有电脑，所以我也写了很多的企划书，然后我现在就是因为我的优势就是 Acer 跟 Asus 都是台湾总部，对不对？然后我就对啊，然后但一开始文案不是我写的、啊，然后我就把它都翻成中文，然后又加了一些图像，然后我这几天就是在寄给他们那边的经理，看他们愿不愿意打开来看一下，然后就有说，我们的计划其实是要到20个国家，那现在第一阶段我就想要先在台湾试试看，然后看怎么调整，然后下一步就真的可以到别的国家去实际做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很幸运就是出城 ABC， 他是我闭展的时候也是有秀这个计划，然后他们的主管有看到，然后就主动写信联络我们，然后就说他们也在进行类似的公益计划，然后我就到他们公司好几次，我们现在谈就是他们会让专业的老师跟他们定期的一对一视讯。对啊，这个就是我没有想到，因为我一开始计划看你总不可能想到我可以免费让这么专业的老师来上课，但是后来就有这样意外的收获。对，那现在遇到的瓶颈就是Asus 跟 Acer 还没有理我，然后资金也有点不够这样子。
所以就是我们官网上面就是都有就是我们的账户啊，还有什么的。那如果你们对于导师志工也有兴趣的话呢，这个是就是我有写的给老师，就是导师的 menu 跟感谢卡，就是这个企业识别的一个设计。然后官网上面也有怎么如何成为导师志工的一个动画片。现在是1分57秒吗？哦，好，那大家愿不愿意看一下？好，谢谢。Becoming a mentor means helping orphans to feel connected to someone. This is achieved by engaging in regular conversation with them throughout the computer chatting program. This gives the orphan the feeling of being heard, listened to, and cared for, and simultaneously will improve their English. So, how can you become a mentor?First, go to the mentor section of our website and press the apply button. Second, fill in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and attach a picture of your ID or passport. Third, an email will be sent to you with an agreement with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at you will have to sign and follow. Fourth, is for a period of 6 months.And can be resigned upon expiration if one wishes to continue to help. Once all the documents are ready, you will receive a username and password that you can log in with on our chat room. You will be assigned as a mentor to an orphan and can start communicating to him or her. In order to ensure a good communication,A manual will be sent to your email explaining the basis of how to communicate properly with the child. Becoming a mentor mean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another person. It is very valued and it is a step closer to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Thanks for your help in making this happen. 好，谢谢大家。谢谢抒情。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就是常常出去旅行，那其实在旅行过程当中就会很多意外的收获跟发现。我想抒情也没有想到他这趟旅行会促成就是跟一位异国的朋友，然后组织了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个公益平台，而且他还善用他自己的领域，还有结合现在的趋势，就是媒体，把这个更好的就是怎么样让更多人看见他们的理念，然后让更多有爱心的人，然后喜欢这个议题的人一起来共创这样的一个组织。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一样，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今天这么多的故事集合在一起，然后透过媒体透过网络分享出去。好，那。